拍一下。好。好，介绍一下这里。这边是 C 五五海洋世界。我们刚刚看了海豚表演，现在来到游乐区。游乐区现在这个感觉都是小小朋友。过去扭伴照一张。Dora。好，听听听。是不是要开始了？对啊，很整规。我帮你们照一个。起来了。有人把披萨丢在那了，是不是？还是发霉？不是啊。那个就是那个装饰的。要踩才会起来。你这是你最喜欢玩的旋转的东西。哎，要踩才会起来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啊，要踩啊，对啊。没有啦，不踩也可以啊。好，走，这就这样子。像小飞象一样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几乎都是转的。对啊。旋转木马也是转，然后这个车也是转，然后那个也是转。来，我帮你照一下。那边有派大星，你派大星跟他照。哪里有派大星？来，过来过来，你人家刚才坐。这只啊，啊停停停停停！这边到后面那里，小小等待期，水母 ，jellyfish。我们走这边过去看看了没有啊？这边照一张。哇，大的那个叫什么？鲸鱼。看起来不像。哦，这边还有。这个我帮你照一张。开到这边就好，玲玲的，在这里帮你照一张。白鲸是吗？鲸鱼。鲸虫。哎，阿云消费车到底在哪里？就跟你说，刚刚那里呗。是吗？就是玩快速的那个，在另外一头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好，你往前，我帮你照一下这边。好，开始了。现在我们在吃。吃午餐。午餐时间人真的超多。
家，跟大乐福的蓝店。来的店家，但是最夸张就是地上有一整排的鸟在等着吃东西，还会飞到桌上。这边海鸥超级多，你要不要来喂一只？不要。你现在旁边地上就一堆。不要，最讨厌。就在等着人类掉下来的食物。还好它不会停在人类的身上。这边海鸥应该被喂习惯了，所以完全不怕人。国外的小朋友就这样追来追去了。不要拍，不要拍什么？不要拍。饿吗？没有，他们会被你吸引。不要喂啦。嗯，不进，我叫你不要喂了。对，他就是一直靠过来，很讨厌。我跟你说，我很讨厌他，你没辙。它就会停在你帽子上面。嗯，介绍一下自己。今天的午餐是薯条加热狗堡。这么大的热狗。我跟你讲，跟台湾热狗不一样，它这边热狗是脆的。你要给啊，我没拍到。怕秒会上。不会啊。好，你先吃吃看看是不是脆的。我们现在在这边吃，等时间，因为预约了1:50的直升机。热狗有脆吗？还好。